대단하게 이긴 모징지 손해오다가 세리 꽝! 当你那个囡仔，你到底个怎样做？ 你莫阁答应甲我提亲哦，你拢想要十八年啊，我去中国去互我拄着，这就是表示你七千戒备。你上好是甲我交代清楚哦。十八年啊，你无应该继续着。你免遐惊我，我已经算过啊，你内底无证据啊。凡说你老阿算唔着啊。 你小妹囡仔这么大汉啊，那是阮囝。你莫阁当面硬拗。你小妹才是囡仔的老母，十八年前，去予这个囡仔闹交的。今仔日哦，我袂放伊煞。绝对袂当伊认知影当当年的真相。 希望互你看到伊无，早若知影你的影，我就应该用我一条性命甲伊赔。莫袂看到你即马转来，遮尔惊吓。所以，迄个人是啥？你是安怎的？是我的元首。 自从我受家西笑，我咧管公务事，我第一日咧写片。我死过咧病，本来想讲这侪年啊，国家大的恩怨嘛应该烟消云散，哪会知影因讲袂放弃，这歹的员工拄着。 江老师，小卡西丘，你不是在摆路边摊、开小烤车、开小吃店、做普通生意的人啊？我选择做一个普通生意的人，也是因为你。所以你原本什么款的人啊？ 你千万别惊，爸老老实实跟你讲，爸是一个特种部队出身的，为了真济原因，为了替因处理公务文员，我选择做一个杀手。多遐个人真真正正，拢是我较在元首人，不过因遐个人。
应该有鬼下神，早就应该爱死。早就爱死，这敢是一个正常人会讲出嘴的话啊？爸，你害人啊呢？你哪会当安尼？这么听着啊？我从来不知影，你是这么恐怖的人诶！虽然你吃过免钱饭，啊，不过不是那种大奸大恶的人啊！你是安怎有钱？下手阁这么猛，出手完全无丢毒，迄种敢若会当伫个电影内底看到的灵魂杀手，即马竟然出现伫我面头前，你敢是我实在迄个王有德啊？我是，啊，毋过拄仔个局势为着要保护你，莫让你受到牵连，我一定着爱先下手为强。因遐个人手段真粗残，我了解，伊绝对无可能放你煞的。我拄啊，若要当场挨好起，就换做咱爸仔囝，是不是活命机会拢唔知哦？所以就杀人灭口。我真正是不得已的。你太人阁会当理直气壮，阁讲是为着我，这什么歪理啊？迈过来。原来我那个中火老师的爸爸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。不管你怎么说我，怎么想我都没关系，因为我只要保你平安，就算到最后我落十八站，每一站我都受刑一下，我嘛袂后悔。唔对，无人有权利会当决定别人的生死，这是唔对的。我应该先报警，我应该先报警。我知影你大，我家己会多得管。假使讲你即马坚持要安尼做。我尊重你，你叫我打电话，我绝对袂反抗，我袂躲走。只要会当决定，无人会阁威胁你啊！我王有德的责任，就算是结束。